题讲了多少遍了还错？长脑子没有啊？全班就你一个人错的最多。就这个我上课没讲过吗？老师，你一天脑子里都……老师，全班就你脑子是最差的。你一天脑子在想什么？王老师，没事吧？哟，慢点。啊，失态了。他怎么跟他妈长得那么像？当时那么多人错，凭啥就罚我一个？就是搞得真对。哎，我不是让他当家委会会长的吗？小麦妈妈，学生新生典礼活动要开始了，以下是您需要采买的东西。您要去东边华德美预约16个学生的妆造，然后去西边超好看租20套舞蹈服，头饰必须租南边的2元店，因为便宜。北边东西多，是5G批发，不用买，租就行。老师，我买完了，给您送学校。不急不急，门口等着吧。靠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老王。